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很高兴与大家相会，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妙祝法师。今天要以佛光山星云大师全集内的这一篇文章《伪装》来念给大家。文章如下：人是善于伪装的动物，有的人想借用伪装逃过劫难，有的人想用伪装获得别人的重视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伪装成为人际之间一种欺骗的行为。国际间的外交也有许多伪装，尤其战争时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声东击西，围魏救赵，欲擒故纵等种种诈术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其实人生也有很多的伪装，例如一，表情可以伪装。我们从戏剧里看到各种角色，不管中间好坏，都靠表情表达。那些表情都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人生如戏，因此人生的伪装时而表现欢乐人生，时而表现穷途末路，有时候对你好话恭维，其实是虚情假意。有的人满脸微笑，其实内藏奸邪。人能识透对方的伪装，的确需要到经验老道。有时及时识破，也不能揭穿，只能心里有数罢了。二，贫富可以伪装。有钱的人把好的衣服穿在里面，外套一件粗布衣衫，他在装穷。有的穷人衣食艰难，但他借也要借一件长衫外套才肯跟你见面。穷人装富，富人装穷，总有他们的苦衷，或有他们的目的。其实穷就是穷，
护就是福。只要自己正派正当，人穷志不穷，人穷只要不偷不抢，又何足惧哉。三，中间可以伪装，人生是忠诚是坚逆都可以伪装，所以善恶好坏有时都是可以表演的。有的人故意装好人，所谓黄鼠狼拜年，不安好心；有的好人故意装成坏人，给你教训，给你压力，其实他是在教育你。像曹操、世宗、世谦，历史上各有说法。像王莽，所谓公迁未篡时，相使当初申辩时，一生真伪复谁知。像秦桧为忠贤这许多大奸臣，他们在皇帝面前莫不装出忠诚不二、忠心耿耿的样子，如此才能达到他奸邪的目的。是老病可以伪装，有的人年老了不肯退休，还想继续工作；有的人年纪不老，却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，不但喜欢倚老卖老，甚至装病博取别人的同情。老病是可以伪装的，像司马懿不就装病骗过曹丕的疑心，终能谋取帝位。有些政治人物遇到难以应对的难题时，就装病住院，借病保全自己。有的小孩子装病，希望父母疼惜；有的女人也装病，希望丈夫给予安慰。善意的伪装无可厚非，恶意的伪装如瞒天过海，想要对人不利，就可恣意了。五，战争可以伪装，战争时为了瞒过敌人耳目，连旗帜的颜色都可以伪装。战略是攻是守，也是让人捉摸不定，尤其情报员不惜一切用伪装的方式获取情报，主帅运用的策略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，也是极尽伪装之能事。三十六计中
每一季的设计者都不愧是战术高手。春秋战国时，各国的说客或以连横或以合纵，总之兵不厌诈，这一切无非都是为了取得胜利。所以战争需要伪装。六，道德可以伪装。有的人外宽内忌，明明心怀奸邪，但他表面上装成是善良的有德之士。有的人表面上乐善好施，暗地里从事贩毒走私的勾当，危害国家民族。有人说，学问不能伪装，学问四两是四两，半斤是半斤，道德四两可以充半斤，因此心术不正，心怀鬼胎，外表却伪装成正人君子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人。世间的人情，有真实的，也有虚假的。有人格的人，即使吃亏，也要以真情实意待人。没有道德的人，千方百计，总要从别人身上骗得自己所要的利益。虽然世间本来就是真情假意，一半一半，但社会的风气总得有正人君子之德风来加以改善，让世间尽量减少虚假的伪装，让人性的真情流露，让社会充满祥和之气，那不是无比美好吗？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这篇文章就到此，希望我们以真情实意待人，一起让社会更美好。最后祝福大家吉祥如意，阿弥陀佛。爱自己走，爱靠自己打拼，路爱自己走，不通轻轻猜猜就认命。虽然大海像哪拢无同，明仔载的日头犹原公平开甲车呀呀。爱靠自己打拼，路爱自己行，不通轻轻猜猜就认命。虽然大海像哪拢无同，明仔载的日头犹原公平开甲车呀呀。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